我不然一般有那种蕨类，那种黏浆蕨或者是那个，因为台湾都可以长很大，台湾天气也适合蕨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因为它上面都没有。爸爸大小朋友啊，震动了，那个哎，你看嘛，你我已经吓死你爸爸了。带便当回家。嗯，不确定。他在起架了吗？我看到这个，那个木棍那个房檐在收着。你这样看过去，那个底下这样缺一块，把它拔下来。你看这样，反正这个就是准备让它开工，看它拔成绿色的。对。哇，这个前面有在演动，里面有是不同材料。应该要给它施肥了。哎，前面这棵有没有用？从这里拍过去很美的，你看还有蓝天，还有那个树枝。这个出现错呀，刚才讲的错呀，真的吗？而且为什么它要用金针菇？它之前就是看也是啊，他们讲的在里面就在那边，然后就是为什么要这样？今天妹妹有上来。还没有吧？没有。那时候好久没看到。对，很远很远。在这里看的。上一次，第二次。它现在还开着吗？还是比较少这样子啊。他昨天有学他哥哥在那乱打爸爸。爸爸。也想吃，他也想吃。小珍那一只不见了。他们在自己的自己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这一只应该是。不好意思。